金闪闪的，一起来体验做金工，亲手打造属于自己的饰品。你看情人节多适合吃啊，一年里面有多少个情人节，每一个情人节都可以点一次这个，这简直就是可以吃的艺术品嘛。还有更多造型甜点，周日下午2:30带您吃遍玩遍大台北，明是GO GO节日。